观众老爷们，今天这期视频干到爆炸，你迟早得收藏。我们来盘点全球拥有100万个免费开源模型的 Hugging Face。我在里面找到几个超级好用的 AI 工具，从虚拟试衣到面部表情编辑， Hugging Face 的这些 AI 工具让创意不再有界限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特别是最后一个工具，简直让人惊艳。赶快上车，咱们来给你的社交媒体增添新魔法。首先是这个超有趣的工具 Purely Blocks，它会把你的普通人像图像转变成超炫的风格化或抽象艺术。操作很简单，上传你的照片，输入你想要的提示，点击生成，就能得到一个炫酷的 AI 图像。你还能调整宽度、颜色等设置，发挥你的创意，看看能变出多炫的效果。第二个，虚拟试衣。如果你爱网购却又不想每件衣服都试穿，那这个虚拟试衣工具就太适合你了。女神降临，只需上传自己的照片和想试的衣服图片， AI 就会为你展示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的效果，省时又省力。只要上传照片，点击运行， AI 会自动分析体型和位置，把衣服完美的叠加在图像上，效果简直太真实啦。接下来是一个超级有趣的扩展图像工具，想让你的图片更大更有创意，这个工具就能帮你扩展图像，做出完全不一样的效果。只要上传你的图片，选择新尺寸，然后根据你想要扩展的方向，比如要往左扩展就选右边，然后输入你想要的内容，点击生成，扩展后的图像会立刻呈现。你还可以对比扩展前后的效果，超有意思，值得一试。如果你想让自己的面部表情更有趣， FacePi0K3 是必试工具。上传一张特写肖像后，你就能通过简单拖动面部标记调整表情，比如笑容、眉毛上扬等，最终效果会是一个互动性强又有趣的图像，特别适合用来做娱乐或社交媒体内容，搞笑又有趣。赶紧试试吧。最后，这个 AR 工具绝对会让你眼前一亮，它能把静态照片转化为动态动画肖像，生成一个活灵活现的视频效果。只要上传你的照片，选一个参考视频，点击动画画，几秒钟后你的肖像就会变成一个有表情会动的动画，是不是超级炫酷？好啦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啦。如果你觉得这些 AR 工具超好用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评论区告诉我哪个工具最打动你，还有别忘了去看看我们频道的其他视频，保证你会找到更多有趣的内容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次见啦。